今天会同大家去一个闹市中的绿油油餐厅。炮车之后呢就沿住柯士甸道一路走过去。今天呢现在是晏昼的三点钟，条街呢少了很多人了，可能很多人都是在家工作啦，另外呢就是疫情关系都少了出街啊。走到出来敦道再望下条街，我终于都知道为什么个餐厅个景咁靓啦。就是因为这棵树咯。喂，原来呢有两个入口的，那大家走这边先。是啦，这边才是过来那里是住家里的。book 咗两位嘅，我系贵姓啊，姓黄嘅，好唔该晒。由楼下弥敦道上到嚟，真系觉得好大嘅对比啊，好似突然间去咗郊区咁样，望到嘅全部都系绿色啊。看一下餐牌先，有小食啊、薯角啊、鸡翼啊，亦都咧有意粉啊、汉堡包啊 ，all the breakfast 都算是有几多选择，都不错。三点到六点咧系 happy hour， 啤酒买一送一啦。结果咧我哋嗌咗个 burger 啦，另外咧就系 all the breakfast， 自己可以拣 toppings 噶。得個人，要一個 mango smoothie， 係啦，俾兩杯水我哋先。哦，好，唔該曬，係唔該。果然係發雞發雞慢，哇！係咪果然係發雞慢？我見唔到杯水，見到樽水啊，因為都發雞慢喺度啊，樽水好熱啊，好熱啊，斟杯水飲下先啊嘛。咦？呢度系三楼，望落去咧，啲树啱啱同一个 level， 所以咧真系好靓。唔知道上一层或者下一层嘅景系点嘅咧？整体来讲都是有味的。好像好热咁样哦，哇，好热啊！估唔到话个汉堡包都好 juicy， 个薯条好热好脆，都几好味。其实呢我觉得要示范这个吃这个 bacon， 因为真的很脆，不想吃啊。这个想今朝呢都没什么吃过东西，所以现在吃完开始会这样吃的，不好意思啊。今天由朝早六点半到现在已经有三个 Zoom meeting 了，到夜晚也都有第二个会要开，中间隔段时间都可以很近地去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坐下，望下绿色的风景，整个人都舒服了。你们都来一下，因为真的很方便，也都夜食不错啊。
我中女阿文由 Peggy 继续和大家找一下不同的地方玩一下吃一下补回没得去旅行的失落感啦。多谢你们收看，记住 lik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啦， subscribe 叫埋朋友一起啦。